东西，一直要到晚上，哦，晚上吃晚餐之前的那一次的膜拜结束，就可以开始吃东西。哦，所以呢，但是这个时间大概又刚好是落在这个春夏的时间，就是日照时间比较长的时间，所以他们一整天大概有13个小时不能吃东西，哦，非常的辛苦。